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由花莲县政府主办，三立电视台直播的大型夏日户外演唱会2018夏恋嘉年华，今年已迈入第17届，超过50组巨星将自7/7/6开始至14/7/6轮流接力开唱，于花莲市67重化区隆重引爆刚在2018。流行音乐奖得到4项大奖的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及亚洲舞王罗志祥，两位天王近年来几乎不在台湾演出，此次特地回台演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 A.Lin、 911、 炎亚纶、王子秋、盛义、卢广仲、831、 谷谷、安娜等超强歌手接力演出，让现场观众嗨翻天。潘玮柏于2017年担任中国有嘻哈的明星制作人，在两岸三个一炮而红。今年除了担任中国新说唱的精神导师外，更积极在各地举办 Alpha 创始者世界巡回演唱会，暌违已久再回归夏恋嘉年华，将会把演唱会规格的表演献给现场的观众。而小猪罗志祥今年担任者就是街舞、创造101等知名选秀节目导师，爱护学员的形象加深植人心。两位重量级巨星此次回归接力开唱，预计将有众多粉丝涌入挤爆现场，全球观众也可锁定 MTV 台、影音平台 Vido、 iYouTube、 MOD 三立综合台、花莲回蓝有线电视等平台欣赏。潘玮柏将参加2018夏恋嘉年华。三立提供，罗志祥将参加2018夏恋嘉年华。三立提供，2018夏恋嘉年华超过50组巨星轮番登场。三立提供，